这种身材吸引了你的眼球。啊，给我鼓上来，有的人看见他就乐了，还有喊好的。是啊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哪知道啊，因为你人没出来，肚子先出来了。我是胖点。对，这么胖不能怪他啊，这是家里遗传。对，哎，他媳妇儿就胖。哎，有这么遗传吗？不是，是你父亲胖传给了你，后来你娶了媳妇儿也胖。哎，您得说清楚了，是吧？啊，你别动，你笑一个。这脸上这褶子多多呀，啊，远看就跟一灌汤包子拍脸上似的。没那么严重，脸上褶子多有好处，夏天他不怕蚊子。哎，有一蚊子落他这儿了，哎呦，人家不用手拍，那我怎么解决呀？使劲一笑，哈哈，急死了。你说这个太夸张了，这么胖肯定是从小被家长填鸭式饲养，就是惯的。不是我胖碍你哪根大筋疼了啊？我就胖了，胖了，胖了。今儿你这尾气超标啊。不是你什么素质，你什么态度，典型的缺家教。你早找我，你早有家教了。你谁呀？我就是家教。什么家教？上门授课，一对一辅导啊。哦，家庭教师。你应该认识我呀。我哪认识你去啊？哎，一对一家教，你的手机上没收过我的短信，网上没注意我的留言，小区里没看过我的传单，女厕所里没见过我的照片。怎么都添女厕所去了？哎，给孩子找家教一般都妈妈操心呢。我照片那 bus 帅极了。bus 英文啊，形容造型姿势好看，那叫 pose 啊。是是是， pose 有寓意啊。这样这样这样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代表一对一，这是我，这是我教那孩子。哦，那这后面撅起来什么意思呀？你问这个啊，定向培养。这么个定向培养，哎，冲你贴的地方也没人找你。你可以找我呀，明天我上你们家给你授课辅导。辅导什么呀？声乐舞蹈、绘画搓澡、烹饪修脚。这两样能一块教吗？当然了，我重点是小升初定向培养。你不是小升初吗？啊，我的学历是大本。大升初？大学都毕业了还升初中啊？我收费便宜，你白教都没人用你。谁说的？我一天跑四家都忙不过来呀。能有那么多家长找你吗？当然有了，现在的家长都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，别的家找家教，你要不找孩子准落后。所以做家长的都害怕呀。怕什么呀？怕孩子倒在发令枪下，给孩子毙了。不是，这有一句话怎么形容？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对，你看你都记住，你同意吧？我不同意，就这条破起跑线给孩子们造成多大的压力。要我说，人生有如长跑，不是短跑，不是百米冲刺，更不是刘翔跨栏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你是说刘翔也想找家教？我白说了，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，这句话是错误的。我只是这句话活着，家长盼子成才的愿望就是我致富的资本。我看是骗钱的资本。你记住了，有需要就有市场。我不跟你抬杠。刚才你说那些都能教吗？我主要教初级。怎么个初级啊？就是课没讲完呢，家长喊我出去。哎，那是轰你呢。他跟我开玩笑的，我明儿再来啊。你心可真宽呐。是啊，你肯定教的不对。你问问孩子，我哪句教错了？你教的什么呀？我刚一进门，这孩子过来跟我说，老师，我都好几天好几天没有睡好觉呢，今天你给我解析解析论语吧。
这孩子都困成什么样了。他妈过来了，老师别理他，语文考个第二名你还有脸睡觉呢，您快给他讲讲论语吧。家长也熬不住了，我一听论语啊，打哈欠传染吗？论语你会吗？哎，教着教着就会了。什么？哎，不，不教能会？不是，不会能教吗？哦，你教论语哪一段啊？当然是找一段大家都熟的嘛。啊，第一句是子日。对了，是。那念子曰。啊，是有诗也念曰。他就念曰。啊，听你的，听你的。什么叫听我的呀？子曰。十有五知而学，喝着费劲。三十而立，四十不惑。三十而立，四十不惑。啊，是是是，就这两段，还后边五十六十还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七十我记不清了，你别着急，我想想。七十关键是后边，七十的后边是什么？哎，七十的尾巴是什么？狮子座。对。八月份的前奏也是狮子座，什么乱七八糟？那应该是子曰：“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不惑，五十知天命，六十而顺，七十从心所欲。”对，就这段，你怎么给孩子解释的？好解释啊！那《论语》是孔子说的话呀，所以孔子呀，孔子。哎，孔子多音字嘛，他就念孔。孔子，他老人家在古代那个时候办了这么一家私房菜。哎呦天，那味儿，那叫私塾馆啊！是是，私塾馆，就是孔子就是老家教吗？没这么叫的。这几句话就是他的收费标准。哎，这是孔子讲述立身处世的哲理啊，没有钱的事儿。第一句就有啊。十有五而志于学，就是说你交十五块钱可以到我这儿来上学了啊。那三十而立呢？哎呦，孔子上的是大课，学生多，座位少，交三十块钱只能在屋子外边站着听。三十而立，那听得明白？谁让你图省钱呢？你给四十坐屋里听，不就没有疑惑了吗？怎么见得呀？四十不惑呀。这么解释啊？哎，五十知天命。什么叫天命？一生的命运。给五十，孔子给你看看手相，还在算命。当然了，六十耳顺，交六十，课堂上允许你交头接耳。七十从心所欲，给七十，考试时候想怎么抄怎么抄。啊，没听说过，是不是？我辛辛苦苦一堂课收五十，这孔子不是啊？对，孔子收七十。嗯，这老头够黑的。哎，谁黑呀？像你这么教啊，那家长是得轰你出去。哎，没给钱怎么出去啊？你还有脸要钱呢？孔子不发威，你当我是孙子？五十块钱一到手，马上我就走，直奔下一家，我一对一，又定向去。哎，下家教什么呀？英语。对，接着蒙。哎，我刚一进门，这孩子从床上爬起来。哎，老师，哎，我感冒发烧，刚吃完药，今天你给我讲讲国际音标吧。是。病了还得学。哎，老师，我是他爸爸，别管他啊，甭说烧了，烧个五十六都换个第一名那就值。您快给他讲讲国际音标啊。见吧。哎呀，家长这是何苦呢？我一听国际音标马上开。哎，停止。您这感冒可太快了。哎，我不能让消费者觉得我跟他们有距离啊。你这英语音标怎么教的呀？来来来，你跟我学。哦哦，你大点声。哦，你再大点声。啊，有感觉吗？有。什么感觉？恶心。哎，慢慢体会啊。刚才教你的是开口音，下面教你鼻辅音。你嗨嗨塞塞。好，最后一个音复杂了，注意老师的嘴型。哟。呀，不，你那嘴再撅起一点来。哎呀，声音再大一点。呀，都记住了吗？都记住了。把这英语从头来一遍。啊，你哈塞哟。韩语啊，韩国英语没听说过。是不是？你赶快出去吧。哎，没给钱怎么出去？你还敢要钱呢？英格力士不发威，你当我是卡哇伊啊？五十块钱一到手，马上我就走，直奔下一家，我一对一。
老觉着你不累吗？哎，这是我招牌的 pose。我看你整个就是一个黑家教，你就骗了。骗？嗯，你可不知道怎么了？教下家孩子，我费了大劲了，是吗？由于他们家给他找的家教太多了，造成这个小孩的心理障碍。什么障碍？在他面前不能提家教两个字，一提就想上厕所。哎，这什么毛病啊？我也纳闷啊。我当时这孩子问他妈，哎，为什么不能提家教呢？您再看这孩子，我这就要尿。我就是家教啊。哎呦，家教怎么了？哎呀，那这孩子妈怎么说呀？老师您别再说这俩字了，再说我们孩子前列腺就憋出毛病来了。哎呦，那就别学了。好好好，我不说这俩字了，我们开始上课，请家长回避。为什么呀？哎，我们是一对一。你教什么呀？美术。你会吗？都讲五节课了。哦，那第一节课你教的什么呀？第一节啊，铅笔的使用。哎，对，这铅笔怎么使还用教啊？现在人孩子都学计算机，所以孩子你记住，现在一手好的书法让电脑给毁了，好的歌手让假唱给毁了，好的老板让假文凭给毁了，好的绿豆让张悟本给毁了。你提他干什么呀？你没听他说吗？糖尿病算什么呀？那不是不治之症啊，就是肝火旺啊，你多喝绿豆汤把肝火降下去不就完了吗？哎呦，你跟人孩子说这干嘛呀？一堂课60分钟，不说这我怎么过呀？嘿，第二节课铅笔的维修与保养。第三节圆的画法。圆的画法，画圆是基础啊，你教小孩把圆画好了，你再跟他说你把那圆染红了就是番茄，染绿了就是西瓜，染黄了就是土豆，土豆上加上眉毛眼睛嘴还有一大鼻子，你再看这是李金斗。哎，这都哪儿和哪儿啊。第四节美术与口腔的辩证关系。第五节假牙的维修与保养。别说了，不是你教美术提假牙干什么呀？代卖呀。啊，代卖呀。现在小孩手里都有钱，我趁家长不在的时候把这假牙推销给他，我也算挣点外快。你家教不能干这个。谁说的？人家大夫能推销药品，我就能卖假牙。那小孩能买假牙吗？你看你怎么哄他了。你怎么说的？孩子你记住，人这一生也许有歪心偏心贪心，但是你绝对不能没有孝心。家有一老如有一宝，你想想你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哥哥姐姐，由于没有假牙吃不香睡不好，你看老师推荐你这副假牙洁白如玉，晶莹剔透，白里透着白，白里透着白。嘿，它的材料不是石膏的，不是塑料的，不是瓷砖的，更不是大金版的，是真正外国进口烤瓷的，32颗，不多不少，有大的有小的，有厚的有薄的，有方的有圆的，有尖的有扁的，它是门牙槽牙虎牙板牙犬牙雕塑，样样俱全。好，这词儿背的比《论语》可熟多了。啊，你买不买？啊，你要不买，我让你妈再给你找仨家教。我让这仨家教跟我这家教一样，天天在家给你当家教。那这孩子呢？老西，我都尿裤子了。我买了行吗？你可太狠了！毕加索不发威，你当我毕福剑呢？钱一到手，马上我就走人了。你不走啊，那家长回来非打你不可。什么呀，赶时间，下家孩子等着我一对一。哎，再撅您就椎间盘突出了。还教啊？唱歌没完了是吧？哎，这孩子我不教他不成。怎么呢？天生一副好嗓子，见着我一叫，哎呀，嗓音那个甜呐。怎么叫的呀？老师好。哎，霸天虎啊。还擎天柱呢。这孩子多大？7岁。声音怎么这么粗？有点早熟吗？我跟他说，好孩子，你可以变形出发了。还是变形金刚。就这条件他还学唱歌呢？你管得着吗？你管得着吗？人家家长愿意。再说我是因材施教，别看这小孩这条件用不了一堂课，我可以把他变成小腾格尔。谁信呢？哎，现在我就是这孩子，你教我，我看你怎么因材施教。哎呀宝贝儿，哎，你说了，你现在就是这孩子了。大西，嗯，我想学腾格尔。好，想学腾格尔，首先你要找到一种疼的感觉。哎，
怎么疼啊？老师给你举个例子吧。啊，比如说有人踩了你脚一下，你什么感觉呀？没有感觉。这孩子还有点傻，我还得帮帮他。说有人踩了你脚一下。你真踩啊！哎，因踩施教嘛。嗨，要不然你找不着疼的感觉。现在有了吗？有了。好，跟着老师一起唱《天堂》。蓝蓝的天空，蓝蓝的天空，找疼的感觉。绿绿的湖水，又没了。呀呀，有了。你说的家乡，呀呀，好好好。我爱你，我的家，我的家，我的天哪！你哭什么呀？脚都肿了，能不哭吗？你这叫误人子弟，你赶快出去吧。这回我出可出不去了。他妈推门进来，一把抓着我脖领子，这孩子蹦起来掐我，他爸底下来个扫堂腿，当时我就趴底下了。该仨人一块儿上，起来以后我就哭了啊！干什么你们这是？欺负人是怎么着？有本事叫那孩子站出来，我跟他单挑啊！哪能仨人打我一个呀？当初咱们可约定好了的。什么呀？一对一呀、啊。